们看第一题哈，我们要化简这两个式子。第一个式子，这个呢分母给它实数化，那就是三加 i 哈，乘以多少呢？三减 i， 二加多少呢？四 i， 乘以呢三减 i， 等于多少？这种是九加一是十啊，它知道二三等于六。再加四，我再乘这个四嘛，加多少呢？十二减二 i， 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十，这是一加上 i， 好，这是十嘛，十除以十是一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的话，我现在给它呢，可以给它通分，或者是直接给它有理化，好，等于多少呢？是三减二 i， 三加 i， 或者一加 i， 乘以三加 i， 啊，加多少呢？三加 i， 三减 i， 问是多少呢？一减 i， 乘以三减 i。好，啊，这分母一样。九嘛，九加四，哦，三得九，二得四，九加是十三，十三分之一。啊，这一项展开多少？展开是三减二，加上三加二。我看到是三嘛，哈，减二，好，二还，加后面这个呢？一乘三是三，负 i 乘以负二 i， 哦，负一乘以负二是二嘛。i 平方是负，所以是减二。那减掉多少呢？三加多少？二 i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等于十三分之一加一二。那这多少？这是五减五，这就没了。所以答案是十三分之二。